动，尽量晃得自然一点。每一个力量都要送到尾巴，送到最后一个末端了。送到末端，不管你怎么抖，力量都是要抖到末端，不能虚掉。力量要持续，持到指里面。不管怎么抖，都要抖到底。力气送到尾巴，这些点画每次都是点的好可爱，反正都故意长得都不太一样啊，不会说看起来好像复制的。它的优点，有点像小朋友写字。这墨特别多哈，特别多，特别多，特别重。都特别重，吃到底，力量一定要送到底哦，因为它这种线条就是若有似无，那你力量如果没有办法撑到最后，字就虚掉。左边看起来墨比较多，墨看起来比较少。左右拉开啊，距离有点远。啊，这个写的蛮翘的，翘起来。下面的口还是。略比上面大一点比较好，因为怎么样，在下面的总是稍微宽大一点会比较稳。笔画很多，笔画很多，就想办法把笔画靠近一点了，上下靠近一点。还是保持自然的脉动。送到底。